这边一瓶，加点儿，来，你有驾照没有？有。放这儿住的，多少？多少钱？67，知道67是啥意思不知道？知道。啥意思啊？就是酒酒，超过80属于醉酒，大于0是属于饮酒，明白这个意思不明白？他就在医院住院里边喝酒，就在医院住院喝酒，你好意思说出来？今天啊，先给你暂住，后头给你们驾驶证啊，有意见没有？没意见，没意见，没意见。